社工人员无闲做案，甲做往来所，即往来所拢是社福团体为了因应中秋节所赶制作出来的。但这几个月来，虽然因为经济甲景气有关无好，因出全台湾真侪间的社福月饼订单，拢出现数量大大减少的现象。伫南投县内，即款的现象虽然毋是真严重，但减少的月饼订单，也是让真侪社福团体是感觉真无奈，甚至有的是做好了后，只好送互同款是社福团体的单位。自己做的月饼啊，送给你们吃，祝你们所有的院生还有老师中秋佳节愉快，这样子。谢谢。虽然遇到这款无景气的状况，但县内社福团体也是乐观看待，并呼吁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多多来捧场。南投县内由社福团体所提出的中秋礼盒。我是在社会福利单位服务，那很荣幸我们今年承接了县政府的一个凤梨酥的方案。那请大家多关心弱势团体，那也替我们募一些款项，谢谢。除了社福团体明显感受到中秋订单变少，其实就连专门卖糕饼的业者也拢发现。订单减少两成，和这波无景气的现象，影响的层面是更加扩大。记者金鸿山采访报道。